论哦。嘿、hey, 我是咪大熊 March Bear。 这一次呢拖了有一点点久，因为从上一次到这一次的开箱呢拖了一段时间，是因为呢大熊在整理房间，然后呢好不容易把这个空间呢整理出来，让大熊呢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开箱场所可以开箱。这里呢就是以后大熊的摄影棚啦，虽然小到一个不行，因为大熊塞在这边超窄的。不过呢这个柜子呢到时候应该会换掉，到时候换一个更好方便整理的柜子。对，然后呢就来我们今天的开箱吧。首先呢我们要来开的呢就是这个，这个呢是 Seven 的 iCache 2.0。 这个呢是大熊托朋友呢帮忙买的，以前呢最传统最传统最传统最怀旧的那个统一肉罩面。而且啊它不只是做成造型好看而已哦，它里面还真的有一块面，就很可爱的面在里面。然后呢它下面还有一些屑屑的面在里面，所以呢咬起来会有这种沙沙声，会听到这种沙沙声，超可爱的。做的超 cute。 这个呢是要给大熊的妈妈的，因为呢她超爱吃这个肉燥面口味，所以呢这要给她的。那我们来开始开箱我们的小东西吧。啊，来开这个，这个呢是乌贼系列，这个是大熊喜欢的乌贼系列。呀，哦，是绿色的。娘，大熊没有玩乌贼娘，就是七蛋大作战。可是呢，大熊超喜欢这个七蛋大作战里面的小乌贼，它里面的角色都设定超可爱的，大熊超喜欢的。然后为什么会扭这个，而且还扭了，三颗，因为大熊想要紫色的。大熊看到那个扭蛋机上面有印紫色的，突然大熊就超想要。我们来开第二颗吧，第二颗是粉红色，这粉红色也超漂亮的啊，它的配色真的都很棒，然后都很缤纷，超可爱的。哦，为什么大熊会知道说一定会扭到紫色？因为它的壳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它的壳就是这样透明的，所以只要扭到紫色的呢，你就会立刻知道说你扭到的是紫色。然后大熊就是三颗就扭到紫色了，这紫色超美的啦，大熊超想要的，这个紫色超棒哦，一直拿反，这个紫色超棒的，超可爱。很可爱耶，这个乖宝宝上面超 cute。接下来要开什么呢？来开这个，这个呢是鬼灭系列的，这个是陪朋友开扭的啦。因为大熊想说里面有好多角色，然后大熊只喜欢一两个角色，所以如果扭到不喜欢的话会 ，you know。所以呢，大熊扭了这个猪突猛进这一只猪猪美男子。然后呢，朋友知道呢大熊喜欢的呢是妹妹，所以他就扭了几个以后，他就送了我一个妹妹，超可爱的妹妹，大熊最喜欢的鬼面的妹妹，妹妹超可爱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开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呢是卷线器系列的，这个系列超 cute， 那是小蜥蜴，那是有刺刺的小蜥蜴，他用手手夹住线头的。然后另外一颗呢，应该是大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扭的啦，有的时候就是朋友就是去的时候他们会扭，然后他们扭到不喜欢的，那大熊觉得还蛮可爱，就跟他买回来，因为觉得超可爱，然后就觉得不用是喜欢，可是没有到爱到一定要扭，所以就直接跟他们拿。这个呢也是卷线器哦，造型很可爱，很锵，它就是一条，那就一条小蛇蛇，然后呢它是靠尾巴这里在卷线的。把线卷起来，缠在尾巴上面。哦，这个只有一个，我们来开这个，这个很好笑。这个他大熊已经装好了，因为大熊想说刚扭的时候想看看说朋友有没有想要，如果想要的话再一起去扭，所以大熊只扭了一个。然后朋友看到以后就没有想扭的意思了，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开下一个东西就知道它是什么。蛇蛇，这个为什么大熊会扭？因为他做的超像真的蛇。我原本以为它是那种小孩子的玩具，就是那种什么观光景点会有卖那种，就是一条蛇，然后拿起来摇摇摇摇摇软软那一种。结果不是哦，因为大熊听那个老板讲说，它是一条可以扭动关节的蛇蛇，它关节可以这样扭动。然后大熊就想说，可以跟我的可动人偶、可动人偶之类的或粘土人呢做搭配。它舌头超级无敌真。而且他的嘴巴还是可以打开的哦，超酷的，超真实的，不知道在认真什么的，这个超棒。而且好像100块吧，100元，然后做出全部都是可动关节，
还不扭起来吗？这一只是响尾蛇，那我们把另外一只也打开吧。另外一只是这个，它是眼镜蛇，做的真的超真的，对不对？真到不行，这个超真实的。而且这一只也是一样，它嘴巴还是可以打开的，而且在这一只嘴巴还打得更开。这个东西呢，扭的时候呢，老板跟我讲了一个很呛的事情，就是头拔掉，尾巴拔掉，接在一起。就会变成一条长得很离谱的蛇蛇，到底在干嘛？你只要扭越多颗，你就可以得到越长的蛇蛇，有没有很心动啊？大雄对这种东西超级心动的，之后可能可以去扭一堆蛇蛇欸。然后呢，跟这个东西呢，为什么大雄的时候开了蛇蛇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？因为啊，如果用在女生的人物上面或者是之类的，就会变得很猥亵，它就是。触手，超级触手，大雄很常留这种奇怪的东西啊。OK， 我们全部的东西都开完了。那最后的结论呢？大雄觉得最推荐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个乌贼系列，这超可爱的啦，这个超可以扭，因为它可以挂在包包上面，很棒。然后还有蛇蛇，这个超真实蛇蛇很棒哎。你要不管要做成什么样人物的场景都很可以，超酷的，大家可以随便扭，看你是要把它扭成一坨大便啊，或之类的东西都可以。如果你也是宫口系列的话，也很欢迎你扭这个，呵呵，这个超欢迎扭，这个超棒的，触手 play。那之后呢，大雄就是可能会常常在这个地方拍片，以后呢就有比较完整的地方可以让大雄拍影片啦。OK， 那如果喜欢大雄的话，请记得帮大雄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有什么想跟大雄说的、啊，都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你也很喜欢宫口系列牛蛋，都欢迎来跟我说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咪。